会绝对要优惠。大家好，我是 Vicky。那今天要推荐给大家花王的蒸汽舒缓眼罩，因为眼睛真的是现在所有的人看手机、看电脑，看到你眼睛酸、眼睛痛、眼睛累，甚至有些眼睛还会红哦。所以这个舒缓眼罩就是在最短的时间让你的眼睛得到最大的放松效果。那我们先欢迎厂商代表 Kim 来到现场。你好 ，Vicky 姐。尤其是 Kim 啊，对于这商品非常非常的了解。那当然啦，很多人都会知道。光花王，我们听到花王这两个字就知道，哇，不得了，这是一个大品牌、大厂商。对，花王呢起源于1877年，至今有133年，所以说呢，它旗下有很多品牌，比如生活护理，然后居家护理都有。对，其实就是很多人啊，你到日本啊，你就知道说，我去日本第一要买的时候就是彩妆店，就是去药妆店。那你去药妆店买的时候，你要根据统计啊，这几年来啦，每一个外国人到这样子的一个药妆店，他最要买的前三名，第二名就是我们这个的花王蒸汽舒缓眼罩。那我们这边带回去的组合，包括这个是有玫瑰氛围的洋甘菊以及这样子的一个薰衣草。那每一盒呢，里面呢都有12包，那总共是36包，一起带回去。不得了的是，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九宝的暖暖包，总共有30小包，让大家一起带回去。外头的市价是99块钱，跟我们今天是75.99，用佳节特惠的优惠的价格让大家来拥有。那当然，刚刚我们聊到了花王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其实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护眼的这样子的一个蒸汽舒缓眼罩啦，其实它就是来自于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啊，也不能说小时候啦，就是我们每次啦，就是眼睛疲劳的时候，或者是去那种salon， 他会用一个眼睛那毛巾，用热的，然后帮你放在眼睛上面，因为顿时间就觉得好舒服，对，你的眼睛就得到了舒缓。那他就是希望说，每个人在眼睛用眼过度或者用眼疲劳的时候，很简单的就可以来到得到这种舒缓的效果。所以他其实你可以看到哦，他这样子一个这样一包，你把它打开来。我就在想说，很奇怪，就这些厂商真的厉害。眼罩，我们第一些以前接触到的眼罩，就飞机上的眼罩嘛，我就盖了一按，然后我就去睡觉。是。可是这个是会产生蒸汽哦。对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它的碳基铁粉，和空气中的氧气接触之后，快速的产生氧化，然后它就会产生热度，然后还有蒸汽。对，所以我只需要去把它拿出来之后，因为它跟空气一接触之后，你也不用什么去搓啊、去揉，都不用哦，它就开始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热气，然后蒸汽，而且这个温度呢，它可以长达20分钟。是，所以你只需要这样子把它戴上去之后，你看这里把它打开来，有没有哈？这边两边把它打开来，它是一个耳挂式哦，它是一个耳挂，所以你只需要这样子放在你的眼睛的部分，把它放着。它很香哎，是，我刚拿的是薰衣草的味道，它就真的有薰衣草的味道，你就知道说哦，你的眼睛得到舒缓，你的心灵也得到了静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且你有很多时候你就假如说蒸汽眼罩，你摸起来热热的，其实它真的有蒸汽哦，你看你看有没有？你刚刚放在这边，它就你看持续20分钟，它会有热气出来，它就会产生蒸汽，你看有没有？这里。就是像那种下雨天，或者是你去哈窗户，那种热气就会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不用每次就想以前啊，我们就要眼睛疲劳的时候，你会想眼睛闭起来，要不然就去点眼药水，对，要不然真的有的人就会真的去用个热毛巾，就来放在这边躺一下，那热毛巾30秒就没有热度了，就变冷，对，就变冷了，它没有得到那个舒缓的效果，可是这个就是可以做到20分钟长效的舒缓，然后你放上去。我跟你讲，它上去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单独的眼罩，你眼睛上去之后，疲劳度没了，是，然后增加它的保湿度，对，就像你去眼睛去点眼药水那种感觉，一种感觉，甚至于如果女生你有黑眼圈的，眼袋，对，是不是？对，然后有那种纹路的啦，因为它你这样热气之后，它是让你的皮肤完全这眼睛周遭的这样子的一个皮肤完全得到放松，而且完全让你得到松弛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所以你就会觉得，对，这个就是女生，我除了眼睛之外，眼周围顺便做到了保养，所以为什么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你去日本一定要买的？来，有没有？工作忙碌了一天后，
戴上蒸汽眼罩，有舒缓眼睛用眼疲劳、增加血液循环的效果，而且减淡黑眼圈，还有不同的香味可以提供选择，清新香味道非常的宜人。你如果说打开来是一个化学味，我也不要。是。可是它有这个什么玫瑰的味道，香的好舒服，好舒服的味道。洋甘菊，来这些小小的商品让你平静下来，甚至于有，如果你说睡眠有一点点障碍的薰衣草，它有帮助，那个味道有帮助睡眠的效果，是有助于睡眠。所以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喜欢敷眼膜，对，敷完眼膜之后再用蒸汽眼罩是更好。对，那整个是效果是加成加倍的好，你又得到好的睡眠，对，你的眼睛又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护理舒缓的效果，你晚上睡觉前可以来做使用。20分钟嘛，对不对？敷睡着，它又不会像有些眼膜是会让你什么，把你皮肤的水分带走的。对，它就是让你得到完全的舒缓，已经这么棒了。如果在办公室中午睡，就啊，可能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我一定要再充电一下。你想要睡着的，在办公室用也都可以。可以，反正任何时候，你要是看电脑啦、看手机啦、眼睛累了，蒸汽眼罩就是这么的棒。所以这三盒总共是每一盒里面有12包，让大家带回去。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来讲，它已经做到这么棒了，对不对？然后还要跟大家提醒的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是花王？因为它所选用的材质啦，很多人就说啊，你做我也做啊，你放一个铁粉我也来放啊，只要会热就好。可是差别在哪里？它所有的，你看它所有用到细致，因为尤其是女生啦，尤其女生皮肤更细致，你知道，它光棉花就跟人家不一样，它是长纤棉花。你知道长纤棉花，因为它的纤维会更长，所以它的柔软度它会更棒。那很多时候你就知道说，如果你买衣服，长纤纤维的衣服，它绝对比短纤还要棒，因为它柔软度它不会变硬，所以你它整个的舒服度，然后再加上它这种有一点点毛毛茸茸的这样的感觉，所以你知道，不管是你放在是你的皮肤上，或者是你眼周又更细致的皮肤，真的非常非常棒。尤其是这个，啊，这味道。用过了你就有点像精油了，你在一个精油房里面这样子的一个舒服的味道，非常棒。今天这个3盒带回去了，已经非常的优惠了。对，这个软软包用赠送的，一样，3包，一共30片。尤其是以暖暖包来讲，对很多人现在冬天来了，你可能在外面，你可能在没有暖气房的地方，或者是你可能住在东岸，好，别会下雪的地方，你会觉得你的手或你的脚它是比较冰的。这个暖暖包非常非常的好用，因为你把它打开来之后哦，有没有打开来？它是可贴式的，可贴式。你知道以前像我们在台湾呐，也常常用暖暖包，就拿起来说啊，大家搓一搓，然后就。到处塞，到处塞，对对对，啊，其实它真的非常棒，因为它这样让你使用起来，你的手会这样子有暖度，尤其是女孩子到冬天的时候，手脚真的比较冰冷。那你常常知道说，因为有些不能贴的，你就会只能放在口袋里面，对，很麻烦，比较不，对，比较麻烦而已。这个有没有？你后面这里，它中间这里把它打开来，好，从这里把它打开来。它这后面是有背胶的，有没有？它就可以粘住，所以你可以把它粘在你的衣服上面，对，或者是你要直接贴在肚子上面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建议，如果你要睡觉，你要长时间用比较久的话，你就要贴在衣服上面哈，这样比较避免灼伤。可是这个温度真的会让你非常非常舒服。有的，如果说你在雪地，你一定知道说你想要一个暖暖包是放在脚底，让你的脚趾不要麻掉的，是这样的感觉，真的非常棒。那它就是一个那种非常方便的，你不管是居家啦、旅行啊、小孩子啊要出门的时候，你给他带一个，就是你现在是要让你自己身体保暖非常重要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啊一吹风啊一凉到了感冒了，这个问题都会变得，以前是小问题，现在如果你感冒发烧就会变成是一个大问题，对，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要让自己保暖很重要，而且这个不是只有保暖而已哦。如果说女生，尤其一些小女生，她会经痛，对，你经痛你常常在找啊我的热水袋在哪里，我的什么啊那个保暖袋在哪里，你会找不到。可是这个呢，你就可以把它，有没有经痛你就贴在肚子上，它能够得到舒缓的效果，它有舒缓止痛的作用，对，它是立即的。
得啊、哦，对，暖暖的，很舒服哈、哦。我现在讲到这个，就想到说我儿子啊，他女朋友就不舒服啊，然后他说、哪里痛，那就去给他摸他胃，他女朋友很生气，不是，是这里。我说对，男生就要当做一个很体贴的一个暖男，你就知道啊，好，那我帮你弄一个暖暖贴贴上去，推上来，有没有？把妹一定成功，几十秒马上变暖男。对，那就是因为暖暖贴你哈，好经痛啊，或者是说你要哪里有肩周炎啊，类风湿、风湿都可以。对，爷爷奶奶什么关节炎啊，什么的这种，对你需要用一些热的东西把它弄上去的，这个都可以。甚至于有爸爸啦，什么肩颈比较硬的，你要以前你要又来了，毛巾放这边，来一会儿，你一会儿又凉了，凉了反而变冰的。这个你也可以把它贴上来，就放在这上面就可以。你们光一个暖暖包可以讲这么久，因为这边很多人都觉得啊，我就是开暖气啊，这样就你会知道暖气到后来是让你很不舒服的。它不一样。对，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就是你外出的时候，不管是旅行，你在外出，或者是你是手脚冰冷，你哪里想要暖的时候，这个暖暖包都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三包，就总共是30片，让大家这个组合一起带回去。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以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来讲，我们是从脸部照顾到了你身体的保暖，身体想要这样子有哪里不舒服的，我想要弄的，我全部都帮你做到整个组合。所以 Kim 真的谢谢了哈，尤其是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那当然一定要把握一下，尤其是以花王这个品牌，他们这个蒸汽舒缓眼罩，它也是跟全世界的人同样在抢货。因为现在你会觉得说哦，尤其是这样子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你在热热的在你身上，在你的眼睛上面是非常棒，它可以连续这么多年都是所有日本的去日本的观光客你的行李里面必带的商品，代购抢购第一名的商品。那到现在呢，虽然旅行的人变得比较少，可是他现在可是所有代理商进货的第一名的商品。因为眼睛你知道现在眼睛的问题越来越多，你看电脑、手机啊，现在没事还追剧啊，烦死了，真的追到眼睛红、眼睛痛、眼睛累，对不 对？可是就是要舒缓，因为眼睛的问题是很复杂，你不会像说手痛眼睛，你如果不好了，视力一不好了，它一不可逆了之后，你就会很累，所以你就会尽量让每天的眼睛的疲劳在今天把它解决掉，让它回复回来，所以舒缓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棒。尤其是你收到商品的时候，你光看到哇，我每天可以很简单，我躺着，我就这样子20分钟得到长效的这样子的一个舒缓，不是只有眼睛舒服而已哦，是你的眼周、黑眼圈、你的眼袋，或者是你的细纹，它都顺便帮你做到舒缓的效果，对，都就是这么的神奇。好，恭喜大家！所以真的宝，我现在要推荐的时间来带回去的组合，包括这个花王的蒸汽舒缓眼罩，有玫瑰的、洋甘菊的、薰衣草的这三盒，每一盒里面是12包啊，那12包每一包的使用时间都是20分钟长效的这样子的一个蒸汽发热时间，这样子三盒一起带回去，再加赠给大家30小包的暖暖包一起来拥有。市价的价格是99块钱，我们是75.99。真的，眼睛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它叫灵魂之窗？每天让它舒缓，保护你的眼睛，当它越老眼睛越明亮，越老动物眼睛都是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从日常的保养开始。所以保现在推荐的时间，加油，打电话哦。绝对要优惠！大家好，我是 Vicky， 推荐给大家日本生产制造的花王蒸汽舒缓眼罩，包括了这样子的。你看，舒缓眼罩就是日本代购第一名，去日本旅游一定要买的商品。打开来，因为它里面的铁粉呢，跟这样子的一个空氧气结合了之后，它会产生热度，大概20分钟。所以你敷上来的时候，它有这样子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了，玫瑰味或者是洋甘菊的味道，你那时候觉得很棒。尤其是眼睛，你用了一整天的之后，你这样子一个舒缓，它增加了眼睛的明亮度、保湿度，甚至于疲劳不见了，甚至于连
眼周底下的这样子的一个眼圈呐、黑眼圈呐、然后眼袋啦、以及像鱼尾纹，都可以顺便一起得到这样舒缓解决的效果。那当然啦，它因为它增加了血液循环，所以就非常非常的舒服。再来是我们另外再加赠给大家30小包的这样子的一个暖暖包，而且它后面是可拆式，把它撕开来就可以贴在你的衣服上来做使用。它的热度是持续了12个小时，带回去包括了玫瑰、洋甘菊以及薰衣草，以及30小包的这样子的一个暖暖包一起带回去的组合，外面市价99，我们今天是75.99，加油，打电话哦。